们一直认为最动听的声音来自最真实的现场，这次我们想用小米 Sound 办一场真实的现场音乐会。我们特别邀请了爱乐乐团的首席四重奏一起参与录制和调试，曲目我们采用了世界十大名曲之一的《四季》作为音源。我们以实录的方式保留了乐器本身的质感，经过重新编曲，把电子乐融入进古典音乐里。不同于普通的智能音箱，它内部所有的声学元件是完全定制的，并且通过了 Hi-Res 高解析认证，能够呈现更接近音乐现场的真实听感。小米 Sound 的音乐厅是不是能做到既有细腻逼真的音质，又有澎湃震撼的声场？让我们一起去现场听听看吧。